们先来拍照，来 Penny 驾轻就熟，我们来拍照。好，终点终于在这里，所以 Penny 要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拍几张近拍的哈，我们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台上的一二三六位，然后看看中间的相机。中间哦，后五秒钟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看左边，后五秒。好，好，看左边，后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，我们再看看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我们要整个这个队形，对。来这里，还好五秒哦。来这边，来橘色衣服这边。中间。左转过来，好，转过来，中间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中间了。这次我们要这个比较放松，你很开心哦，很开心，因为待会老板 Penny 要发那个奖金了，对对对。好，看看中间 ，Penny 怎么为佛跳墙每人加薪50万？看看中间，来跳一下，50万哦。来右边，来右边。好，这个50万的表情，照顾一下右边。来右边这里，上面，来这边，紫色衣服。50万照顾你的左边。开心点，开心点。50万哦 ，500,000。好，左上，左上，左上。好，照顾一下左上。好，接下来佛跳墙后面有一大堆这个摄影机，举起你的金曲奖，好开心哦。待会还有年度乐团，也是很紧张的。哦，好，我们把麦克风可以交给佛跳墙。那我们要不要再说简短版的得奖感言呢？对，我们要补一下，我们人在 LA 的贝斯手他今天没有来，我们今天带了气球，然后他的有个得奖感言没有说到，用一种双簧的概念，因为又很怕等一下。没有机会上去说，先说它有个双簧的概念。这个气球我们耗资了220元，帮他拿一下哈，帮他拿一下哈，不然怎么念？再补一下啦，纯粹就是为了要给奥迪知道说我没有帮他念他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 LA， 所以中文大概会变得不太好。我真的很开心得奖。这将是我人生经历中的第一座金曲奖，我非常的感动及开心，相信你们在听我感言的同时，可以从我的最新版 3D 气球感到我那开心、happy 又愉悦的表情。以上是我的得奖感言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我知道我们几个现在看起来很蠢，但我会继续做出新的音乐作品给大家听的。救命！先知，先知，做完了这个功课，好，有交代了。Penny 去年制作人、女歌手，今年又是乐团的编曲奖，待会还有可能是年度乐团。那这个时候的心情怎么样？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吗？很圆满了，我已经觉得去年已经很圆满了，然后今年是六个人一起更圆满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喜悦是六个人一起的。大家可能看到我在台上特别的淡定，是因为有人陪啊，不紧张，所以那个感觉很棒。而且从来我真的没有想过，如果要不是他们，我应该这辈子不会得所谓的编剧奖，因为他们我才有跟这个沾上边。请他们说说吧。吓傻了，怎么会有编剧奖？对，我们是一个乐团。我们是一个乐团。我们现在不是拿最佳乐团哦，我们是最佳编剧奖。对，所以我们编曲的形式比较不一样啊，就在录音室里面乱玩，这样玩出来。其实我们乱玩也有拍一些 video， 真的非常的蠢。然后我那时候入围的时候，我还看那影片，他们说啊，我们这样子那么白痴，评审喜欢哦，好开心哦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刚才台上忘记谢谢我们这次的录音师 Chief， 也是对，也谢谢他才能让我们的编曲可以在专辑里面很好的呈现。反正被骂的是他了，因为 Chief 是他老公。谢谢，回去可能要跪算盘了。那电子围里朋友们问题要请教，那我们将几位交给文字媒体朋友了，好。